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on 周晨。那现在在这边呢，要来介绍大家三个简单的暖身运动。首先呢，先将你的脚跟肩膀同宽，脚伸直，尽量往下压。如果做不到整个压地也没有关系，然后尽量往下，往下，然后撑个大概五秒。那这个可以帮助你减缓你腰的受力的范围，一个舒缓的运动。然后现在做的第二个是刚好是它的反方向，所以你等于是你要伸展开来到你的背、你的脊椎的每一节的骨头，在做的时候往后靠，然后往上伸起来。其实你在做一样的时候，另外去做第二样，那它的反方向的运动可以让你的肌肉群比较 balance。第三个呢，由于我的膝盖之前有受过伤，所以我会尽量在做任何运动的时候，先让我的膝盖有一个暖身的动作。我会在做的就是先膝盖双脚并拢，然后回蹲，然后顺时针转。如果你膝盖有受过伤的话，我建议不要一次做太多。那你可能顺时针转三圈之后，记得逆时针也要转三圈。以上三个简单的动作呢，可以帮助你，让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不容易受伤，那也可以让你在长时间工作的时候得到一个身体的休息。那这三个动作，希望你们会牢记，也会常常做。